可相信我自己决定。我知道角落之后一定有伤心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有一天我在想，我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是我会不会根本就不算东西，天天都漫无目的，偏偏又想要证明真理，别人从屁股放屁，我却每天每天的说要革命。Cheers.